交通部观光署牵手全台各县市政府推出台湾观光一百亮点，日前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活动启动记者会。嘉义市政府特别以嘉义市观光大赛的大白熊代表观光之都的管乐小姬，共同行销观光景点以及年度的活动，鼓吹的模样吸引全场的观光。嘉义市观光大赛大白熊第一届登台参加由交通部观光署所举办的台湾观光一百活动，和观月小姐共同来走秀，各自一模样吸引全场民众的注目。嘉义市观光新闻处副处长范书明也带领同仁，手中提着城市 IP 光之影舞的扛棒，邀请大家伫咧每年活动期间，会当来到北雄湖欣赏灯光和暗时啊湖水交织的美景。另外，向政消灾解厄的宗教仪式夜祭嘛，要上上台，吸引更加侪人了解每当家己市的宗教文化信俗，信奉夜巡夜祭解厄。嘉义市有四个景点获选台湾观光一百亮点，有快意生活春季、嘉义制裁所、实验牧场、嘉义市立美术馆及蓝潭。除了这四个景点，嘉义市还有四个精彩的活动入选观光双年历。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光之影舞、城隍夜巡、夯家节二及国际艺术纪录影展，尤其嘉义市即将在十二月举办第32届嘉义市国际管乐节，这是国际型的大型活动，也是大家不容错过的管乐盛事。嘉义市这次也参加台湾百位亮点微策展，展期是10月29日至11月24日。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欢迎大家来这边看展，支持嘉义市，也欢迎大家到嘉义市来去投，尤其是12月份，欢迎大家来嘉义市感受国际管乐节的精彩。观光署和各管区规划一连串的活动，包括各管区轮流担任主打新的环岛月月 Party， 串联台湾观光一百处亮点的台湾特色。主题活动含旅游好康，要来推荐给国内外的旅客。12月份就将由嘉义市来担任着主打新的管区，推出亮点即时乐等组集中抽奖活动，含结合着旅游产业的优惠活动。另外，10月29日到11月24日，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也会现场展示着英伦风电动公车、木造的市立美术馆模型，含嘉义城隍庙是加上面谱，阁有嘉义市观光大赛大白熊的相关周边商品，邀请游客前来感受着具有文化内涵和城市魅力的嘉义市。最新新闻，张丁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民知影讲来遮运动，赞赞。